家伙啊！我是感觉讲吼，你若甲亚婷安继续落去吼，就敢那普通朋友尔嘞，真歹有发展。你有家暗示，啊，伊拢无注意着，迄表示你打红灯，当啊，也是讲红绿灯喎。红灯若踩掉的吼，不过我感觉踩久嘛会变青灯啊。啊，你来把握这个机会，万变来青灯的时阵，你就强勇勇敢的行过，手给牵起来，安尼唔才发到发展呐，吼。牵起来。嗯，我冇伫观察，看伊迄灯号有咧变无啊？要唔讲吼，这阵来我是真贵啦。伊个车灯可能歹去啊，因为看着敢若红灯尔，我都唔敢撞过去，我惊去有车弄啦。你后头啊你啊你不要换一条路行哟，柳暗花明又一村啊！我跟你讲哦，人足奇怪，迄若逐工做伙吼，就感觉讲就应该普通也无啥。啊，等到有一天像这个人无看见，你就袂惯性感觉这个人足重要的，你知无？知无？卖讲，阿华，你若真有需要，阮这老人哦，甲你斗三工啊，你就直接讲就好。这个红线吼，阮定要牵起来，哦。嗯，因为亚婷这查囡仔真乖，你爱加油。对。五年前亚婷跟我约束，那是阮拢三十五岁，也是无对象，阮特别交往呢。我已经等这么多年啊，感觉伊真的袂记跟我约束啊。大哥跟美君姐离开了，我想讲哦，会当跟因家讲惯呢吼。你生日是不是要搞啊？你今年过生日了，应该就满三十五岁嘛吼。不是哦，你唔知影呢？查某人哦，若过二十五岁，就永远是二十五岁，无咧增加年岁这个代志啦。今年有这种代志？那安尼五年前迄件代志，五年前哦，干咩记哩？我哪有可能放袂记？我好个啦，经过遐尼侪年哦，你接受，你管费应该管啦。你哦，别随人造卫星，赶快！你摆二十多万无耻脚，还叫狗啊？我哩这个朋友，我前是就挺滚的。听起来我阁接受成就安尼，我想袂到我当你升级。等一下，你看你啦，这个吹东西啊。嗯，好呀。哎，那有塑胶垃圾呀？我写卫生纸啦。大哥，谁啦？哪位啊？嘉。啊？嘉嘉嘉。啊？嘉。啊？哎，你听我讲话，你听我讲。干嘛啦？啊，你这样靠说我。一天干吼，你身躯变做人造卫星啊！你敢有奇怪？假使有一天我无伫啊，你变安怎？